拔毛剑生存，开坑命护龙枪。这个游戏给到了我一个水晶球，还有一个奖励箱。让我们来看奖励箱里给我们准备了什么：一把破稿子，还有一本没有用的书，几块烂木头啊，有用的东西并不多。让我们来看水晶球是干什么的。对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生活大冒险是吧？啊，这个虚拟人生的小梦的，给了一本书，看看啊，呀，考我英文是吧 ？Are you a 男人或者 a 女人？不对吧，不对吧，女人不是 woman 吗？男人不是 man 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选蓝色。呀 ，What do you prefer？ 兄弟们，他是不是在问我的性取向？可是为什么有三个选项，左男右女？这个大家都好理解，中间的这个是什么？我不敢选，我是男的，性别男，爱好女，直接点上。名字不能叫的这么英文是吧？堂堂夜风大帝啊，就叫夜风大帝就好了。确认，选择一下你的出生环境的话，我有一个家庭，有家庭了不好，有家庭太累了。我有这什么不认识，这也不认识啊，村庄啊，必须村庄。Yes yes yes， 好的。我们的出生设定就算完成了，现在我应该是一个村的村长了吧？看看我家的后院，哇塞，有后院，真的有后院，兄弟们，这个草原直接被我的村庄给平了，并且前面变成了洞穴村庄。行行行，我家里边，我这个村里边几乎就属于是洞穴人了，是吧？洞穴人，后院先给它平出来，然后我们得先出去砍树。哎，等等，可以做一个箱子，我感觉可以啊。哪怕只有一个箱子也行，给家里先存一下东西噻，没有家的感觉，必须有的箱子。做好坐标，咱们把坐标做一下，夜风的村庄，这就是咱们的村庄了。咱们这个系列既然是拔刀剑生存，那么最终目标肯定是制作出最强拔刀剑魔剑研磨刀。我来找一下啊，魔剑研磨刀，哇去，这么多装饰帽子干什么？我又不装。夜风喜欢装吗？夜风不喜欢装。好，找到了，魔剑研磨就是你，终极目标。只要把它做出来，我就算通关。没那么好做啊，你至少得打败梦影龙才能做得出来了。坐标已经做好了，来看一下咱们家里面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一朵大花，兰花，兰花的样子都变了。你有村庄的话，你就得考虑。哎呦，女鬼吧，这是，快吓我！这什么黑头发红衣服，好吓人。咱们先找一个心仪的这个姑娘作为我们的这个对象啊，找个对象。哎呦，我家怎么了？这是，兄弟们。墓地着火了，犹如地狱呀！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没有把房子给烫到，问题不大。再看看，这也不行，上上面瞅瞅。我来看看这屋怎么事儿？这屋，哎呦，这屋是个保安。这屋呢？这屋是个大叔。你今天好吗？我今天不太好。呀，完了，我要打光棍了，兄弟们，打光棍了！村里边一个有一个啊，面包师什么？与戈拉德结婚了。戈拉德是谁呀？我找找去。谁是戈拉德呀？我找找。别着急，兄弟们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不都是个戈拉德吗？我瞅瞅你是不是戈拉德？你不是。你是戈拉德不？他也不是，他是戈日啊。我们来看看啊，戈拉德。啊，你是吧？来，你过来。作为咱们村庄的这个常住居民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后院这着火了？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啊，你去把它修好，快去去去去，让你去呢。哎呀，修的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修？哎，好笨啊，兄弟们，笨手笨脚。哎，我作为村长怎么能让你这么就没了呢？对不对？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家人。等会儿我去找一找啊，照顾好你的家人。家人在哪里？哦，家人在这里。嗨，面包师，他叫阿萨是吧？阿萨塔，阿萨塔是吧？阿孙塔，损他，好，损他，你跟我走，损他。你的老公啊，你的老公刚才为了拯救村庄，不幸没了啊，就没了，就以后我要替他照顾好你啊，替他照顾好你，你就待这儿吧啊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哎，你了解就好。行行行，那我现在就去给你找钻戒。哎，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找钻戒？啊，这不重要，兄弟们，这不重要。先砍点树，先发育啊！先砍点树，先发育。行，咱们刚刚转世成功，这一世我成为了村长啊，并且一来到这里，我就有了自己的这个女朋友啊，有了，这就稳了，兄弟们，这一世直接就稳了。我们挨着这个河边，还不，这是海边，还有高山，完了还有一定的木材资源。
所以我们不缺太多的资源，可以快速发育成为拔刀剑大佬。第一步知道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拥有一把拔刀剑。那么这把拔刀剑我们该从何而得呢？兄弟们，非常的简单，现在我们只需要拿出我们身上的这点木板，看好了，然后做一把木剑，然后旁边那个小羊，注意它的这个感觉啊，我只需要一下。 Hello 小羊，得到了一个球，看见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